recoger，recoger，哦，我们这个单词，我其实这个 recoger，我现在看到呢，用的比较多的呢，我都是经常会说，我去接别人的时候 recoger，recoger，recogeré，te recogeré，我来接你，te recogeré，sí，te，te。de edificio，我去接你到大楼里面，从大楼里面接你，我用的蛮多的。然后对，哦，¿Cómo están todos las chicas? Muy bien, gracias. ¿Y tú? Muy bien, muy bien, sí, muy 老师bien。观察了一下，那个 crisis 是有复数的，好像。是 crisis。对。crisis 肯定有复数，但是他为什么前面在介绍的时候说，这个没有重音，在重音的情况下，比如说 English 吧，它是因为有重音，所以它要加 es 复数 los ingleses。如果说它是单如果说它是叫 martes，它没有这个那个重音的话，它就不不加。变，los martes。哎，Joan，los martes 是周二，对吧？Los mothers。todos los martes 是每逢周二。那就是 los martes，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跟它每逢周二有区别的，是说周二是什么样的周二？就是跟它也不是每个周二，就是周二，就是有区别的。怎么样的中文的区别？我知道的，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有区别的。你说 el martes，el martes，对吧？有三个周二，los martes，所有的周二。那这个 los todos los martes，这是每逢周二，那肯定有区别的了。这个你不知道，我知我道不的，知但是道。我知道的，但是我想不起来了。我等一会儿。我等一会儿我自己回去查一下我的笔记，我有笔记的。OK，好，我们今天开始继续啊。Temer，OK，害怕，害怕。哎，我害怕怎么说？我们不说这个单词，我说我害怕，我害怕怎么说？比如我饿了，我饿了怎么说？什么？Tengo hambre. Sí, tengo hambre. OK，hambre。我现在害怕呢。Tengo Tengo también miento，miedo, así. 对吧？所以它可能这个就是它的变来的。哎，是 do 还是 do 啊？这个 d 我老是这个搞不清楚，应该是 do 吧？应该是 T 吧？应该 t 的吧？应该 t 写出来好像有点不大对。不知道，想不起来。对，应该是它好像它这个可能就是是 demand 变来的，它的名词可能是吧？我现在看到这个有个连接，你们看一看，tengo miedo，有查的，有人在查吗？OK，没人查 D 要来的查啊，D，？D 是吧？咩的，对啊，我其实 miedo 不是 miedo 啊没有 N，咩的，，miedo。OK，那就是这个 demer，miedo，那这个跟这个没区别了。哦，这个没有连接哦，那就是没有连接。因为我平时知道的是 tengo miedo，我就知道是这个 demer。OK，it's okay。来，我们来第一个来，primero。Joan，来念一下，来，解释一下。uno 来第一个是吧？对Primero, sí, primero.，primero，okay, es cierto que no temes la muerte ni es muy cierto. Are you sure? 你不害怕死亡吗？这是真的吗？对，你不怕死亡？这是真的吗？他这里的话是用的是，
对，它这个就用的是一般的啊，对吧？因为它是 es cierto， 它并没有说 es importante， es necesario 什么的，对吧？就没有用的，它这个不算这种，所以可能就不用这个，对，正常的。OK， segundo， Jen， OK， yo no tengo nada que temer。嗯哼。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嗯哼，嗯哼 ，OK，tercero。是我吗？静不行，那就是Julia。哦，我这个好像没开，抱歉。那个老，我想问一下，上一期他那个为什么就get damaged？他这块要加原型啊？哪里加原型啊？对，上一句，上一句，就是 you know tango a game， 嗯 ，game， 对 ，game 后面嘛 ，game 嘛，嗯 ，no tango nada que， 它是 tango 不需要，它是 tango， 其实 tango que， 哦 ，sorry，tango que 是 tango que 是后面，它是连在一起的。Tengo que 是我必须，没必要，这是必须。这个是一个词组来的，后面加原型 must， 动词是吧？姐，对对，你分析很对。姐的对吧？姐，你那个叫什么？你要解释一下。哦、我一直以为 que 后面加的是从句哈。对，它这个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一个就是连接的必须 have to。这个就是英文当中的 have to， 对你以后用必须的吧，就用 tengo que， tengo que， tengo que salir， 我必须走了，对吧？什么什么的 tengo que， 我以为是从句呢。好，se ve que temes mucho a tu padre， se ve que temes mucho， 就是说你很怕爸爸吧？ se ve que， 啊，不是，应该是看起来你很怕爸爸。Que， 嗯哼，嗯哼，有什么问题吧，大家？OK， 没有问题，我们就走下面啊。他这里的用 say 的话，这个不需要，谁是虚拟语气呢？对，对，那个 John。不在的 John， 这里的 say 的话用，如果说我们不用 say， 用其他的来代替的话，是应该怎么样代替呢？ say 是代替什么？ Temes mucho a tu padre， 对，这个是 padre， 这是 padre。 嗯哼哼哼哼哼 OK， 代替这个等于是修饰这个 padre， 阿 padre， 对吧？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你是怎么？对对，那个再看看，如果要这样修饰阿 tu padre， 不是要重复反复那种用法的用勒吗？是吧？好多时候是这样的。他这个好像是用勒的。他这个好像是有点自反，但是自反的话应该用 de。我看一下，因为自反确实得用 de， 因为他用 do 了嘛 ，do bad 呗。对，这也不是自反。对，我感觉这里是，我看看啊，我们再研究一下，看看怎么那个。那个，他这里是不是这样的 ？Ver 是看见 ，bear 就那个第三人称单数的用法，所以这个就像那个，叫什么 ？se be se bende 那种被动用法，或者说，it is looks like， 不是我看你看，是 it。OK， see。对，我觉得那个被动用法这里就是你被我看上去，你怎么怎么样，可能是指的，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被动，就是你被看成这种样子。那个就是 se bende esta cama esta casa，
这个房子在卖是吧？对，边在边的，在边的，esta casa， 对，这个房子正在出售，正在被出售，对吧？这个是很清楚的，在边的，对吧？但是这里的话，在边。是背，然后后头是一个从句，就是什么样的背呢？就是说，你怕你爸爸 ？OK， 好像那你觉得这里是 it seems like 是不是这意思？对 ，it 它应该是不是 seems， 可能跟 seems 差不多，但是翻译成 look 更好。It looks like。It looks like。Oh, okay。嗯哼哼哼哼哼。嗯嗯，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的吧有一点点怪，所以你们都过了，我觉得这里我都没搞清楚，所以我就提出来，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我需要再问一下，我问一下，我需要我再问一下 ，OK？ 啊，我也是这样的，对对对，我也问一下啊，这个啊，我这边有一个租客是西班牙语老师，我去问他一下，好的。我们继续啊，然后等一会儿再讨论。今天有两个问题，两个问题。OK， cuatro， cuarto。Julia， 好的。No temas, amor mío, estoy contigo para siempre。嗯哼。就是笑什么？你把我的那个家里的那个机器人给叫醒了，他说我不明白你说啥。你有个机器人啊？对，我的机器人在讲话了。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你真的有机器人啊？哎 ，It's okay， 等会再说。上课我们。我有哦。对。嗯，好。不要害怕。这里是我的朋友，还有我的爱人。我永远与你同在。哇，你咋翻得那么好，真是！哎呀，我都感动。这么好的情话，真的，我都感动的。这都要跟你的机器人学起来。因为这辈子都没听到过。OK， 非常好啊，很好。这个地方 ，Not Demos， 我有个问题，这里是用的是虚拟，是吧？哎，他这个有点命令的，不是，他是命令式，命令，命令， okay。 否定命令用虚拟，嗯，对，嗯，对，不用害怕，对，否定命令用虚拟，否定命令，嗯嗯，那 mio 是什么？我的亲爱的 mine， 哦，我的亲爱的，对 ，OK， 他这个是，他可以说 mi amor，但是 amor mio 就是说。就是强调是我的亲爱的，就是强调嘛，amor mio， 你这个爱人是我的个人的，等于是肯定是跟你老公太太说话再说，对 ，OK， 我希望是先生在说话，哎呀 ，OK， 让他们来学西语吧。OK， cinco， Shirley， 好， ella dice que teme quedarse sola， 对 ，OK， Shirley 啊，来注意一下每个单词，慢一点，注意到重音，注意到重音，脑子里想一下重音在哪里。知道吧？我现在帮你把重音画好了，但是我已把它画掉了，你自己再念一遍。ella dice que teme quedarse sola。这个重音我没有画，重音在哪里？在大。对，在大，你大怎么念 ？quedarse。quedarse。quedarse， 好，重新再念一遍啊，把它全画掉啊。刚才很好啊，画了重音以后，你马上就全部正确了。OK， 再念一遍。ella dice que teme
estás sola. Ella, 跟我念一起念啊。Ella dice que teme quedarse sola. Ella dice que teme quedarse sola. Ella, ok, Shelly 啊。Ella, ella, no ella, ella, ok, ella, 对，ella 翻译一下。他说，他害怕。独处，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是很那个，这个后面前面原动词后面加原形动词，对吧？然后这是它的反身 ，say， 对，好 ，say， says， 好 ，temo que él no venga， muy bien， 我担心他。不来了。对，这个是什么形式啊？动词。这是 venido。对 ，venido 变来的，它是一个 venido 的什么形式啊？将来时。将来时怎么说？将来时，我们先复习一下 venido 的将来时。好 ，venido 的现在时怎么说？来。Vengo. OK, sí. Vengas, sí, OK.、这个就不写了啊 ,Venga. OK, 它的过去式怎么说过去式、那个过去式。这个现代时不是这样的吧 ,Bingo, 然后是 Bienes. OK, gracias. Vengo. 我也很糊涂了。我也糊涂了 ，business business， 对 ，business， OK， 后面那个我们是什么？我们一起复习一下。我们是什么 ？Ben ni benimos ben benimo name benimos benim 那个呢 ？Ellos 呢 ？Bienen 好，我们过去时怎么变？被捏的过去是怎么变？这个词都不正常的，那个所以很麻烦，我也不正常，想不起来，这不正常，不正常，它怎么变呢？不正常，来了，他来了，他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是 bine bine 对吧？我只知道这个是 bino， 我知道 biniste biniste。Viniste, muy bien, viniste, 我也想起来了。然后呢 ？Venimos, 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我觉得它很方便。然后呢 ？Vinieron, 对不对啊？上面是 Vinimos。我们是 Vinimos, OK, Vinimos, OK, muy bien。好，现在刚才这个 Cindy 说到是将来时，我们将来时怎么变啊？将来时也不正常。Banderas 有个重音，有重音的，都有重音，最后都是 ban 啊 ，bander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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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
tendremos. 有重音吗 ？Tendremos， 重音好，这个没有重音的，好像没有。对，本身重音就在这了。哎，对，没有 ，Tendremos 没有重音的，因为它已经就念成 a 了，它就没有重音了，应该是。然后是 Tendremos 是吧？好 ，Cindy， 你看啊，这个将来时是这么变的 ，OK， 过去时。过去是我们复习一下挺好的啊，复习一下，它真的是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
OK，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 Benga 是什么形式。这就是普通的现在时。普通的现在时有吗？普通的现在时是他不来啊，是谁不来？他不来，他不来是一样吗？不一样。现在时在这里边呢，对吧？这是过去时，这是将来时，都不是哦，都不是。对，它是什么？它是虚拟式。对，它是虚拟，你知道吧？它为什么是虚拟啊？因为 demo 给我什么？我担心，我害怕，是一个感情，一个感觉，所以他后面用虚拟。太厉害了。嗯。OK， 好，我刚上次说的，如果说你要比较好的区别的话，我问你 ，venire 它的命令是怎么说 ？venire 命令是 ，venga。do do 什么？嗯嗯，来，大家有人在 Bengas， 哎了什么？嗯 ，Benga Benga， 然后后面呢，我们必须呢，因为他没有我的啊，我们是什么？嗯，我们有吗 ？Bengamos。老师，您这是说命令还是说虚拟？命令是，命令是，我先说命令是。他说肯定形式 do 是 ban， ban， ban 是 ban 不是是 venir 吗？ ban 是 venir 吗？嗯，是 venir 啊。对 ，venir， ban， 对，他说是 ban， 我刚刚现在查，他说。命令是 do 是 ban， usted 那 el 呢 ？Benga， usted， usted es Benga， el 他没有哎，不懂啊。Benga， el 就是跟他一样的 ，el 应该也是 Benga。Nosotros 是 Bengamos， Bengamos， 好，很好啊，我们学一下。我也教很长时间 Bengamos， 很长时间不用这种形式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Benga， 对，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好，我上次其实跟你们说到这个，如果说看到它这个动词，你不知道它的形式，就是看它的这个命令时，它的这个 usted 的变位，它跟它的虚拟是一样的。看到这种的话，它有可能是命令时，也可能是虚拟。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就知道它不在这个之前的。就不是命令式，所以它这个是虚拟的。然后再看它的这个动词，它是什么要求的？我是这么看的啊。我反正因为每个人可能学习的方法不同嘛，你们因为所以上次我在说虚拟怎么变位的时候，是根据它的命令式的，它的 usted 来的，有很多特殊的东西就跟它一样变的。不知道你们，既然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吧？哦，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面走啊，看看还有谁有建议吧。主要你有建议吗？没有，使劲呗，使劲呗。好嘞，好，继续来。好了，该九万开始。OK。Tenemos que ellos lleguen tarde。嗯哼，嗯哼。Okay. 我们还担心他们会来的晚。嗯哼，这里是啥？这里也是用，应该是哎 ，Yegar 是，对 ，Yegar 它的原型动词是 Yegar 没有错。对，对啊。Yegar 第三人称单数，哎呦，我现在都搞混。它这个应该是第三人称复数的，对吧？复数，嗯，对吧？第三人称复数。那我们把这个，我们把它变一下位，好吧？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变一下位啊，就出来了。变一下位，哎呀，怎么又要出来的？好 ，llegar， 因为这些都是经常用的单词啊。那个现在是怎么变？也什么？llegó。啊？llegó。啊。
是耶哥吗？是耶哥吗？我怎么觉得是耶耶耶啊？耶耶，耶耶是过去式吧？对啊，应该是耶哥吧？耶哥是吧 ？OK， 给耶哥，耶哥，我怎么没有？从来没用过耶哥，耶哥。耶哥啊，哦，我一般用的都是已经到了，嗯、你知道吧？我是说我现在、哦、对已经到了做的耶哥 ，OK， 耶哥 ，OK， 耶嘎斯是吧？嗯 ，OK， 耶嘎，好，这个是现在时没得说了，耶嘎模式。好，它的过去时呢？过去时。嗯，过去时，过去时耶哥，过去时耶哥，对耶哥 ，OK， 耶哥，什么耶什么？后面是、yeah. 哎，后面的人都不发言了、yes. Julia, Cindy, Jen Yegaste OK, muy bien 后面呢 Yego 有重音吗有对 Yego 对 OK 好后面呢 Yegamos 这个就没说了对吧 Yegaron 是吧？是耶嘎隆嘛？对的，对的啊，耶嘎隆。好，这个是过去时，对吧？显然我们这个都不是的啊，是不是？嗯、我们都不是的。好，你看他这个把他这个，对他这个 R 已经改成了什么？好，我们他已经改成了。好，我们这个是那个将来时肯定不会是的，对不对啊？将来时很方便的，将来时的话就是将来时怎么变啊？来 ，Joan， 耶嘎勒，耶嘎勒，对吧？耶嘎什么 ？Ras， 耶嘎 Ras， 耶嘎 Ras， 哎，这个就没有什么了，耶嘎 Ras， 对吧？耶嘎 Ras， 好，然后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形式啊？那我们现在就看它的命令是怎么，对，它的命令是怎么变？命令是，耶嘎，命令是什么？耶什么？耶嘎。嘎，耶嘎，耶嘎是度啊，对，耶嘎，没有这个重音的啊，它就是耶嘎 ，OK， 耶嘎，usted 呢 ，él 呢，耶，耶耶，出来了吧，耶耶 ，OK， 出来了吧，嗯，现在就出来了吧，所以我是说要记这个。记这个 usted 你知道吧？命令时我是这么记的。如果说它的复数的话，就是 again。老师为什么不是现在时啊？现在时不是这么变的呀。现在时我们刚才说啊，耶嘎的。现在时是什么？现在时的 a 呀是耶古 n。也是耶哥啊，对，没有吧？不是吧？虚拟式是耶哥。来，那个来查一下，来，等一下啊。刚才我们现在是已经变过了，耶哥对吧？耶嘎，耶嘎是，对吧？耶嘎，对吧？耶嘎，耶嘎模式，耶嘎模式。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复数是怎么变啊？复数是什么？我们刚才是这么说的，耶嘎。我说错了，应该是那个命令式的单复数第三人称。对对，我刚搞错了，对吧？所以他的命令式在这里，对吧？对，命令式的单命令式的现在时的复数第三人称。命令式没有过去，对吧？所以我拿的是虚拟式现在时那个。第三人称复数是也跟对呀、啊，所以命令时它跟它的虚拟时是一样的。哦，所以我当时跟你们学虚拟时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是这么记，你知道吧？我是这么记的，所以你们看是怎么样记啊？反正死记硬背也好，怎么样好？那老师在这个句子里，它应该是虚拟时，都跟上一句一样吗 ？Tenemos que 是不是担心害怕对他？现在在哪里了这句话对那个叫什么那个刚才这句是Joan 在说的是吧嗯哼对那你Joan你看这个现在这个是什么形式呢虚拟就是
对、啊、第三人生复数的虚拟时。对，还是说害怕嘛，它其实跟这个前面一样的呀、嗯、害怕对吧，只是说这个我们没见过嘛，这个变位的方式我们因为命令也没用过，虚拟也是第一次用嘛，有点面生嘛、嗯、我也是很面生。我上那些动词的 这些个形式的变位，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怎么复习，都忘得差不多了。嗯，好的，我们今天这样把它的那个几个形态复习一下，还挺好的，挺好的。吉安，你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意见啊？我在听呢，我觉得分析的挺好的，我也在。review 那个都忘掉了，都忘掉了，反正大家有好的东西跟你一起分享一下啊，反正我们都是在一起在巩固啊，我们现在在巩固原来的知识，这个东西就是要多弄，多看多练，我们平时机会也不多。好，现在这里、我还一直在想，还在想着两个问题呢，一个是这个刚才的第四句，这个 amor，这个第四句阿莫，阿莫米有这个阿莫爱人是有阴阳性之分吗？没有是吧？没有，我曾经问过的，他没有阴阳性之分啊。因为那个你看，就是我，因为我刚才一开玩笑，我说希望先生说，我说先生说的话，那个爱人就是女的是吧？女士是不是爱人是男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是要特别强调男女的话，那就是 amor mia。对 ，amor 他没有变，但是 mio mia 会变的。比如特别的那种同性恋啊什么的，那更要 mi am 啊 mia 或者是 mio， 对。对，我在想这个 Mio 要不要改成 Mia， 对，然后这个 Amor 要不改成 Amor， 应该没有的是吧？要 Amor 没有的，你们查一下 Amor 是不是它没有阴性的，就是阴阳都是它，你们可以查一下的，阴阳都是它。你还有个什么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刚才你上课前说到这个 S 结尾的那个复数啊，什么加 S 还是不加 ES， 加不加？我就是在想，我也混了，我也不知道是应该怎么样的。反正刚才那个练习呢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有重音的话，在尾巴的时候它必须要加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哦，刚才这个是很清楚的，因为人家已经写了，这个书上是这么写的吧，而且是老外的书，不是中国人的书啊，他是写的很清楚的，像这个重音，在这个有这个重音的那就必须要加 es 的，没有这个中音的。但是如果说是形容词，它是单音节的，是不是不一样？因为 Greece 是属于形容词，又是单音节，嗯，对吧？它是这些都是双音节，嗯，所以我脑子里就在想，可能是这个区别，明白吧 ？OK， 嗯嗯。好，我们继续啊，继续来。好 ，estar seguro，estar seguro， 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啊，这个应该怎么样用啊 ？OK，primero， 嗯 ，¿cuántos hijos tiene él？ Creo que tiene cuatro o cinco. No estoy seguro. 嗯哼。他有几个孩子？我想他有四个或者五个，嗯，我不确定。哎 ，muy bien， no estoy seguro， 记得啊，一定要用 estoy 啊 ，seguro 是用 estoy estar 啊，平时正常回答的时候你就会说，就是直接就是 s 就出来了，状态的啊，不变的，对吧？是都是用 estar 这个动词。嗯 ，segundo， 好 ，estás seguro de lo que dices？ 就是，你确信你说什么了吗？好，等会儿慢一点啊，来把这个都念准啊，念准慢一点。Estás seguro de lo que dices？ 对 ，dices 这下就对了 ，seguro。Okay。
音调在变，但是重音不变。OK， ¿Estás seguro de lo que dices? Yes, dices. Sí, 音调变，重音不变。Muy bien. 好，翻译一下。那就是对你确信你所说的吗？你确信你说了什么吗？不是，你所说的东西你确信吗？嗯哼。Seguro de lo que dices. OK，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Tercero， 是我吗？对呀。OK， 第三句啊。Ella está muy segura de sí misma.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嗯哼，来再念一下给他。第三句，好的。Ella está muy segura de sí misma。对，这个要把它念出来 ，de sí。哦 ，de sí，de sí misma，de sí misma。对，我再念一次。Ella está muy segura de sí misma. 你刚才怎么翻译的？我刚刚说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对不对？哦，不对。哦，对的，对的，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哎，我你们有谁来看一下他这个翻译是不是对啊？的 misma misma 是啥意思啊？是相同的 misma no c 那 misma 好像是 c misma 是就 oneself 他自己每个人的自己，对他自己，他自己、is very sure of herself。我觉得他翻译的对的，但是中国话就这么说，就他非常自信，是吧？嗯嗯嗯嗯，这个 de sí misma， de sí misma 是表示他自己是吧？对。但是为什么是 sí misma 呢？是那样的。但是不是它是合在一起嘛？一个意思啊 ，sí mismo， 它都它这个因为女性，所以变成改成了 sí misma。好像 see mismo 就是 oneself， see mismo 就是这个女士的她是自己，她自己啊、英文就是 she is very sure of herself。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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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ias。 我们觉得这个好像特别怪，对，这个是特别怪，好像这个用法上特别怪。我要去问一下，我去问一下。 OK Cuatro, Shelly, Shelly, 往下走，不再往下走。哎，我在，我在，我在。不能开小差啊，这里。Sorry, Ya no estás seguro de nada. Muy bien. 谢谢，没有开小差。老师，这里面巴诺可不可以啊？巴诺，两个意思吧？怎么？刚刚他念的是亚努，对吧？如果念巴可不可以啊？巴诺 ？No， 这个是 why 呀？这个是 Greek 呀？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在开头好像也念成那个 bad， 没有，从来没有过呀，哪里有 bad 出来？你如果是 where， 那就可能是的，用 bad， 哪里这个呀从来没有过用。它是耶的音，对吧？耶，对啊，呀呀。但是有时候动词变位是，我知道，我懂你的意思。有时候是不是这个音，
我可能搞错了，你上次说在谁说的在墨西哥就发成巴的音，因为我知道这是发成呀，但是有时候谁都发成那个巴，就发成巴的音，所以就变成巴，还是我、啊、我觉得你 Julia 你可能说的是 Jo 和 Yo 我的意思吧，对对对、oh, 对、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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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 Jo，对 ，jo jo， 那 jo 是 jo 呀，它这个是单独的一个字母啊，一个字母啊，啊呀、yeah, ，对，一个字母。说话成 jo 和 jo 嘛，好像是墨西哥和西班牙语有和西班牙语。对对对，我搞错，不是吧？是 ja 可不可以啊？还是说这个只有在我 jo 才发成 j， 其他都发成一呀的音啊？对。对，没有没有，对，只有我，只有我。好的，我懂了，我懂。对，没有其他没有的。嗯哼。Yes, yes. 好的，翻译还没翻译呢，这个谁呀、啊？对，我是就是我不 sure， 我不是我是你不确定。你对任何你对 Nada 你对任何的事情不确定对吗？你能不能因为我们听到现在还没听出你一个最后的一个你对事情不，你对任何事情，不确定。呀是，呀没翻译在里面，所以，所以我就不确定，我真的不确定。No， 这个来谁来谁帮他一下？对对。啊 ，No está seguro de nada， seguro de nada， yeah, no, 来谁来帮助他一下？来有谁来？那个 Jane， 你来帮助他一下。我觉得他翻的差不多是对的，对，这句话很难翻清楚。但是这个 yeah 那表示就是说好像是是确切的事情，或者说已经或者 already 这个意思是吧？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 yeah。对，其实这个 yeah 的吧。我觉得我如果我翻译的话我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啥都没有定。Ya no está seguro de nada， 你啥都没有，你啥都没说，啥都没有定，没有确定，等于白说。Ya no está seguro de nada， 你还就是我想叫你发表建议的时候你啥都没有确定，一会左一会右，就是No está seguro de nada。 Yeah， 你翻译得很精确。我就是这么那个都没有，大概只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不需要把这个牙就是说完完全全的那个放在里面，表示一个状态，因为你这个状态，因为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表示这事情已经发生了，等于是，对 ，nice， 好 ，cinco， estoy seguro de que ellos vendrán。Pendulum. Pendulum. Run. Run. Pendulum. Run. Run. 天安门。安。Run. Run. Run. Pendulum. Pendulum. Okay. See. 我不确定他们会来。确定还是不确定啊？哦，我去。我确定，我确定，没有不，我确定他们会来。对，那这里用的是什么一个形态？将来时。对，他将来时，他为什么不用这个？对，他为什么不用这个？什么虚拟啊，或者是咋的，或者是咋的咋的？因为他很有把握，他说他确定。对，所以。他这个
但是他这一句里面他说你确定吗，问句里面他也不用的，除非是说你不确定，可能关于这个确定方面的这个事情他说就要用虚拟的事，就是否定式的时候用虚拟，肯定式的时候就用将来这样子。嗯哼，给、okay. 这里都有那个 对，它其实它有 decay， 它是 decay 要看前面的，它不是所有的 decay， 它 andesque 它必须要用虚拟，对吧？ quando 什么什么什么 decay 它要用虚拟。这个地方它是没有这个，而且它是确定的，他们说的对的，确定的，不是说、感情上面啊什么的。好，来第六句，我第六句完了。完开始吗？是到我哈。嗯。Estoy segura de que necesita usted un buen descanso.Después de un viaje tan largo,、mm-hmm. 我很确定你、您需要、好好的休息，在一个这么长的旅途之后、mm-hmm. 旅行之后您需要好好休息。摸一遍，很好的，这个就很清楚的啊，就很清楚的。下面我们以后下次那个琳达回来了，我们就这样跟她说啊，他马上要去旅行了哟。嗯。OK。OK。我们还可以做一点啊、哦，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来，后面了，阿比萨尔，阿比萨尔我也经常用。阿比萨尔，通知。嗯哼。OK。Nos han avisado su llegada。嗯，他们通知，他们已经通知我们了，他们的来到。嗯哼，这里是啥？这里是啥？啊，是他，数，他的来到。嗯、对，应该是单数吧，他没有复数的。但是这个数是不是可以指他们的和他们的都是数？也嘎达应该不可以，应该不可以。他们通知我们，他们通知我们他的到来。嗯，就是不能用。如果他们的话，就应该用数斯也嘎达斯，因为可以是其他的人通知我们嘛，表示另外一个人，比如我们老师要来了，他们通知我们要。他来了，他的到来。如果说是复数的话，那肯定是 Yegadas 了，不可能是说他们的到来。我想的是到来是单数，但是他们是复数，就是很多人一起来。很多人一起来也是必须要 Yegadas 呀，你这个名词啊，名词你要变复数啊，你这肯定是一起的咯、嗯、对吧？嗯，是吧？他的到来是 Miss。Padre, no, 我们的父亲不可以，我们的父母亲就是这样。Miss Padre 是不可能说 Miss Padre。哦、yeah, 对对对对，你举个例子很对。我们的父亲我们会说 Nuestro Padre。对，是，他、这个是。那这个数呢？复数是什么呀？数的话，数好像还是数，数是啊，复数啊。哦、okay. 数是啊，他这个那个上册里面他会说到数是就是数的、嗯、跟度一样嘛，度是 vacaciones， 度是我，但是我们的是 nuestros， 度是 vosotros 了，那个 vuestros Nuestros, sí, sí. 嗯哼，哎呦，今天好像复习的东西蛮多的哦。对，假如我们的父亲，那就是 Nuestro padre， 我们的父母就是 Nuestros padres。摸一遍，非常好。
哇，你这个总结的很好。因为我自己越来越糊涂了。很好很好。OK, 来第二句来。请。没。Ha avvisato che tendremos una riunione esta noche. Me ha avvisato che tendremos una riunione esta noche. Reunión.还有你哦，还是他们这个你哦，没有你，没有这个那个啊，这个你哦啊，还有你哦，哎呀 ，it's okay， 还有你哦，哎，对，有一点点发出来这个，哎呀 ，it's not true， 好，来翻译一下来，嗯，你好，是谁告诉我们要会有那个那天晚上会有一个会呢？对，注意这个动词是第几人称？这应该是第三人称吧，第三人称单数复数，单数的，那就好了，那就很清楚。那就是有人通知我，要去那天晚上去参加个会议，有一个会议。有人通知我，要我们有一个会议是吧？我们有一个会议，对，他通知我们。一般来说，对他这里好像没有把这个 A 了 A 呀，或者是说，对，有人通知我，可以。应该可以吧？有意见吗？没有，没有。Tercero， 好，我来。对呀。Acaban de avisarme que ya llegó su coche。这个重音在哪里啊？哦，Acaba, acaba. Acaba. SN, SN. 对 ,SN 的应该在倒数第二个，所以是 acaba. Acaba, acaba. Acaba. De avisarme que ya llegó su coche. 哦，翻译一下。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刚刚告诉我，你的车到了。是不是？嗯嗯，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 cuatro 来，我们这两个结束了，我们来 cuatro。Avísame， 哦 ，avísame cuando lleguen ellos。Lleguen ellos。我刚才那个基础班的课你学了吗？我有有学。我怎么说的？这个怎么念啊？要把这个乌念出来吗？这个声音也也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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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乌不需要念出来的，你就记得这个是给，然后这个是给，对吧？前面就加就是了，也给。OK， 对。记住了啊，大家都记住了啊。好，重念一遍。OK， avísame cuando lleguen ellos. Lleguen, OK. Avísame, OK， 跟着我一起念一下。Avísame cuando lleguen ellos. Avísame cuando lleguen ellos. Lleguen.但是他 SN 对 Yege 我也被搞糊的了，我又被你带到沟里去了。这个倒数第二个，因为这个是 SN 结尾的 Yege。 OK， 重来，我也重来。 Avísame cuando lleguen ellos。 Avísame cuando lleguen ellos。 我带你哪个沟去了？我没听明白。没有，这个 Yege Yege Yege就应该是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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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gain again 是我不好，就是最后一个音节中毒对吗？ again 倒数第二个 again 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二个。哦。那就是我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 sn 结尾的是在倒数第二个音节，它这是两个音节，然后在这个 yegen， OK， 我自己也要、要把它记住，就是说，就记这个 aios， aios 不是 aios， aios 是 aios， aios， 来，那也是 a 重读对吗？那个。就是 s 跟 n 结尾的，它这里 s 结尾 ，s n 结尾就在倒数第二个音节 ，OK， 对 ，OK， 对我也要注意，因为我有时候重音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差错。好的，好的，好，来，谢谢，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也是给我在复习啊，啊，来，那个把它翻译一下，这个是通知我，他通知我是单数还是复数？应该是复数。他们通知我，他们到的时候，是他们到的时候他们通知我。这是单数还是复数啊？我觉得是复数。Abisa 是复数吗？你看复数后面一般来说都会加一个 n 的，所有的动词变位，不管是阴性、不管是那个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复数的话第三人称一般都要加一个 n， 不管是啥形式。那这里有 n 吗？没有，那就是单数。对呀、单数、单数是什么？是你还是他？是他吧，应该是他吧。A B 傻是傻，他是现在时的第三人称单数。A B 傻，如果是命，这是命令时。对，你看他的重音，你看他的重音，他本身这个 A B 傻的这个是没有重音的，他现在把重音往前提了，你只要注意到他的重音是往前提的，他就是命令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命令式，可是我怎么可能命令他们呢？所以我在那你对啊，那现在挨下来你再想一个问题，首先你想到是命令式，然后再看他的命令式他是怎么变位的，对吧？他这个变位他肯定不是复数，那是单数，那单数就是你和他或者是 usted 三种，对吧？好，那你看他这个 abisa 这个命令式应该怎么变啊？Abisa， Abisa 的单数 R 要改吗？如果你要改吗？大家说要改吗？不改呀，不改，肯定命令你不改呀。命令你，那你命令怎么变 ？Do Abisa 嘛？你们查一下。OK， 我来查。Do Abisa， Who's the Abisa？阿比塞，命令是是吧？命令是阿比塞，命令 do 阿比塞，阿比塞 ，do 阿比塞 ，OK， 阿比塞 ，OK，L 呢 ？L 也是阿比塞 ，OK， 好了，那你现在看到了，到底是你还是他？啊，你啊，阿比塞，所以你就所以说，第一个分析呢，你看他的是。看他有没有，他有重音表示他肯定命令式，然后你看他是 RF 结尾的，你要看他是你还是他。你看他的命令式的时候，他是把 R 要改成 把 R 改成 L 在变位，看到吧？他 do 就是说原型的，那这个就肯定很清楚的，那就是你通知我 do 上面。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对，对吧？那你就主语就出来了，否则的话你主语到底是你还是他你搞不清楚。还有一个，如果说那个 air 结尾的，以 air 结尾，比如 gomer 结尾，它怎么变啊？那个叫什么命令式 do 是什么？ do gomer 对吧？ do gomer si gomer si gomer si gomer。对，因为 gome 然后 usted 呢 ，él 呢？
吗？看到了吧，变了吧，它这个 a 了要把成变成 r， 然后它把 r 去掉，对，所以它的基本的它这个命令式的变位就是 a 了第三人称变成 r， 然后呢那个 r 结尾的，这里 r 结尾的变成 air， 其实它的虚拟对吧，就根据它这个来过嘛，虚拟它是过嘛，我不知道你们 get 到我说的这个点吗？没有听清楚是吧？听懂了，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是吧？所以你就是看它变位，看它主语变位，你就看它这么变就是知道了。因为它如果说这个把它改成abc 的话，那就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主语 OK。哎呦，讲得有点累哦，也不知道你们明白不明白。明白。我讲这个都是讲的，讲的很好，而且讲的口干舌燥。那个初级班的那个，你这个重音啊什么的，分析的概括的很好，真的很好。谢谢。那个单复数。好，我们最后一个结束了， okay. 我们最后一个结束，来，最后一个是谁？我 ，May I be so gay, Benia。On Policia， 啥啥？弄个法语出来了。On Policia， on 啊 ，answer français。Policia， on Policia， 啊他 ，Policia， Policia， 啊，来跟着我念一下，等会再说。Me avisó que venía un policía。Me avisó que venía un policía. Un policía. 好，来。他通知我一个警察要来了。这个是一个什么变位啊？将来时啊。将来时。警察要来将来时，我们刚才变腻了，刚才刚刚变过将来时，对吧？将来时怎么变的？我也忘了，刚才是咋忘了？变的嘞，刚才你这个说过变的啦，是吧？变的啦，谁？有这个吗？警察如果将来时就是变的啦。你这个是现在。没有，这个是将来时。哎，这个是将来时，我说句子里面。句子里面好，变腻的。好，我们再来看啊，哦、刚才复习过的变腻的，现在是怎么说啊 ？Bingo。Bingo。Do 呢 ？Bingo。Viernes。Viernes。Viernes。是 Viernes。Viernes。三个呢？警察是 Viernes， 对吧？这个也不是。现在这个是什么？给你过去未完成数是过去未完成时。这个是 in buffet， 这是叫未完成什么现在时的吧？未完成现在时好像。过去未完成时。过去未完成现在时。为什么要用过去未完成时啊？因为前头是过去式。Avisó， 过去式，第三人称过去单数。他这个意思，他来了还是没来呀、啊？没来。他说话的那个时候没来吧？应该来了。这句话是过去说的，过去说的时候还没来。对。如果说他过去说的时候他已经来了，他应该用个什么完成啊啊什么啊什么啊 benito benito benito， 对，所以这个呢对吧，你一看到这种形式的吧，这种你呀你呀
那个 Cindy， 这个其实跟法语一样的，都是 on by day， 知道吧？如果是在表示那个，比如说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表示一个情景，对吧？就是说我过去小的时候我怎么样啊，怎么样，都是用 on by day， 都是用这个过去的未完成时，然后呢，就是它可以表示一种心情啊，或者是怎么样，都是过去方面的，都是。描述过去的一种状态是吗？对对对对对对，描述过去的一种状态。还有个问题，这个 are benito 是现在完成时，要过去完成这个 are 还要改。是呀，过去的。Asia no Asia 啊，是 Asia 是吧？等会儿。变了 no， 我忘了。变了 A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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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bia benito， 嗯。阿比亚 ，OK， 好吧，今天我们真的是把那些，哎呀，这种时态搞得蛮，